中国军机最近动作频频，除了半个月绕台两次，居然还在官方微博po照，就是这张图，看不出哪里有意义吗？后面这两座小小的山峰，中国媒体观察网说是咱们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主峰，也有网友认为长得像阿里山，只不过山这么难认，果然马上就有人打脸，国防部严正否认。对于网络上这些臆测的讯息，我们国防部也预期不要以讹传讹。军事专家石晓伟则认为，有可能是利用长镜头制造视觉压缩感，让它看起来很近。真中心认出来的人，莫非是登山系？报道。